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绝对没错。啊，绝对没错，财富密码告诉你们了，剩下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掐一把锁岩无味鸡，哎呀哈，走你！你相信了我无数回，也错了无数回。上一把我都说了，我说上来我就感觉我要吃鸡了，我说这第一把，头一把拿下一个小皇冠。妈，今天我们就把那个鸡的上下装都给他集齐了啊，那个鸡的都给他集齐了。还差五个小皇冠，也不多，一个小时吧，一个小时，十分钟一把。哎，等一会儿再上啊，不着急，现在再上。别拱啊，别拱。我本以为这个游戏啊，娱乐娱乐也就算了，没想到啊，我们变成了一个技术主播。这个我是没想到的。想娱乐娱乐不了啊，实力也不允许啊。又掉下去一个，13个了啊。像这还能掉下去，我都搞不懂，这是掉下去属实是没长手，真的。这不随便过吗？看看下一个倒霉蛋。我也过了。这把我有种感觉，50%的概率我们要拿到皇冠了。财富密码应该是左第一个，左第二个我不清楚，第三个还是左。啊，快夸你好厉害呀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负责把蛋拿过来，我负责把蛋撇里头。到谁那边呢？怎么给饿了么了呢？没事，俺们这小蛋也可以。哎，为啥感觉红的这把人那么多呢？偷蛋去。偷蛋的贼，漂亮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蛋飞了。
哎呀，让人捡走了。我拽他，兄弟们，你们快走，漂亮。还有我，俺们这红队感觉有点无敌了呀。哎，怎么有人出去了呢？这金丹拿出去了。我拽他，我拽他，你拿蛋走，漂亮！我拽他，哇，三十一个。现在俺们只要去黄的那边拿，那黄的呀就炸了，知道吧？去黄的那边拿走，把黄的都拿走，黄的剩一个了。哎呀，黄的就剩一个了。拿下！这第几轮了？这是第二轮，第三轮了吗？第三轮了，你看，这财富密码不来了吗？这关我也很有心得的啊，兄弟们。想想啊，想想啊，这财富密码到底是什么？你给我回来吧你！呜呼呼呼呼！哎，对，你们就都跑，不着急，哎，慢慢来，咱也不着急上，好。我觉得左边是不是能有一个啊？左边没有。好，可以上了。可以上了啊！可以上了。哎，往前，往前退，往前退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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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掉下来了。我掉下来了。哎呦。难破万呢！哎，我本来是第二个金呢，哎，我应该跳一下。你跳一下接扑呗。直接扑的。哦，那不行。以为可以直接扑过去。那不行，可惜了呀，可惜了。没事。这游戏智商还是不太行。没事，媳妇儿。我再吃一把金儿，爬把山呢，可以。把把决赛圈儿，没啥意思。哎呀，这第二排对我们那个不太友好。完了，上来给我拽了一下。现在呀，要想比他们快，那一定就不能站在他后面走，你知道吧？不能站在他们后边走。我们必须得自己呀，找到一条非常非常靠谱的路。哎，对，比如说这条路。哎呀，我操！没事啊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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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别拿了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哎。摸着了，这还得干嘛？花呀。没抓着啊，对，让人抓了，没抓上啊，差一点，哎呀，差一点没抓着。哎呀，抓了，摁抓了，没抓着。